的议程是市政总质询，那么下午是小组活动，现在请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14次会议记录，此经中华民国105年5月19日9时31分至11时56分止，地点本会议视听出席议员详如附表。列席市政府市长涂醒哲等22人，本会秘书长陈威成等3人，主席肖议长苏立，郭副议长明斌。报告事项：一、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二、本日议程上午市政总质询，下午小组活动。三、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经大会无异议认可，是依据嘉义市民焦国云先生等70人105年5月13日联名陈情取消文化路徒步区政策一案，分送本会各议员参阅。本日议程上午市政总质询，质询议员郑光宏、黄陆慧、张董藏、张秀华、黄秋泽、蔡永泉等议员，答复主管市长涂醒哲、警察局后勤科长林冠良、企划处长余坤龙、警察局长黄启泽、交关处长郑君健、建设处副处长罗志正、公务处长李建贤、卫生处长黄维明、文化局长黄美贤等单位主管。质询要点：郑光宏议员探讨民众占用市警局经管土地及后勤科人员对外发表议员特权官说施压之不实言论、土地管理清册资料书写错误及续讲与违法行政等相关问题，请警察局应严格把关进行监督，并加强法治教育，且对国有土地亦进行清查，以维护民众权益，请警察局与本会其对此案提出行政调查报告，并请政风单位调查承办人员违法行政、行政怠惰之责。黄陆慧议员探讨火车站前广场环境管理维护与游民进驻问题，请交关处加强清洁频率以维护市容景观。探讨文化路观光夜市导览图设置不当问题，探讨启明路与民族路口路边停车格形同虚设问题，请交关处应尽速进行检讨，并加强巡视改善停车格画设不清现象。探讨弥陀路与启明路民族路口228公园旁车道规划显像环生问题，请交关处与相关单位磋商，将公园人行道内缩及重新规划车道与标志位置。敬请公务处重视下皮里排水沟淤泥与杂草丛生问题。探讨都会公园植栽管理维护及湘湖公园照明设备及园区各项缺失以及设置儿童游乐区等问题，敬请建设处应尽速进行改善。探讨东区运动中心辟建与开放时程议题，请教育处于西区密地新建运动中心以平衡东西区发展。探讨校园安全问题，敬请教育处应办理入侵者校园演习时学童有危机处理能力，并加强电子围篱设施以减少校园意外事故发生。张龙藏议员探讨事务官与政务官之区别与人事权及人事调动不宜太平晚等相关问题。探讨铁路高架化工程议题，市长应调整步骤降低本市负担比率，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早日进行工程，以打通都市更新任督二脉。张秀华议员探讨不良业者篡改制造日期之食安问题，是否应主动积极进行稽查，对开放含瘦肉精美猪进口应实施零检出，把关应严谨，建构食安首都不沦为口号。黄秋泽议员探讨货物转运中心规划与北港路两侧巨大征收及北栋行政大楼工程延宕以及铁路高架化工程等相关问题，呼吁市长应于任内积极向中央沟通协调，尽速进行开发并管控进度，才能让市民有感。蔡永泉议员探讨审核市定古迹与国定古迹之条件，并对旧市公所暂定古迹之审核时程缓慢提出质疑，敬请文化局在市公所切身未明之前勿做任何规划，并请提供审核标准资料公参。散会11时56分，宣读完毕。好，各位同仁，请问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确认。市政总质询。好，各位同仁，现在开始进行市政总质询。那么由于今天没有议员同仁登记40分钟的总质询，所以呢上午的议程是议员同仁的共同发言时间。那么依照早上同仁登记发言的先后顺序，每个人发言时间包含答复在内是10分钟。那么首先请登记第一位陈兴之议员来发言。主席，还有市府的各位主管哈，我以为东林记者行政休息大家好。首先我来请教我们副市长哦。副市长，咱的湘湖公园你捌去行过无？好，请侯副市长来回答。谢谢议长。
哎，谢谢啊，陈议员，我去走过好多次。你去走过好多次了哈，啊，你有感觉讲内底有啥物个需要来建设的无？有，有啦哈。啊，你有啥物？我的边啊哈，需要个整较绿化一下。嘿，就讲连迄个浸瓜花啦哈，啊，水内底哈，佮放瓜迄个水草。哦，还是迄个荷，莲花啦，哎，荷花拢会使。嘿，咱的迄个湘湖公园差不多要加三十家嘛。差不多嘛。好像是将近啦，大约的好啦，哈。啊，这样就是讲哦，我们里面那么大的一个园区，可是如果遇到下雨的时候，那么遭去对。目前遐有一个庙啦吼，会当避一下吼。就刚好一个便所。啊，便所也蛮在。啊，佮有一挂迄以前伫遐起的只宫庙，吼，伫遐无拆掉遐尔嘛，那其他都没有嘛吼。是。对不？啊，你有感觉讲安尼蛮不利？即马湘湖公园已经有很多咱的民众，咱的乡亲。套炸也好，波也好，就很多都在那边走。出去的人足侪。好，足侪嘛吼。啊，你感觉讲有需要来做规则啊？是不是？当好啦，万不哩拄到落雨的时阵，会当赶紧来避一下无？我想这应该是属于未来吼，会当阁继续去想的，去规划的工程啦。嘿。我嘛是感觉迄内底树外部分吼。应该还有很多所在还可以当增加，啊，它有一大片的森林区哈，那里面也不止啊水啦哈，也应该有一些步道的一些规划啦，你那个议员建议的哈，这我感觉类似一个未来的一个规划啊，其实市长也有咧规划啦。伊要对整个大湘湖公园里头哈，他有在规划一个演一个比较大的建筑物啦。对，那我希望就是说哈，我希望啦哈，因为园区那么大，你是不是当选哈东西哈，还是讲咧几个所在？就是做一些可以遮风避雨的，看你要做凉亭也好，还是要做讲这步道顶管，吼、哦，你顶管来看迄个做迄、那个采光照黑，吼、哦，万不能真正讲落雨的时阵，咱的乡亲唔叫我到他暂时去，无你讲伊要去运动，搁行雨伞，你嘛都无先运动啊嘛，吼、哦，所以讲吼、哦，这个就是我们以防万一，吼、哦，你做者咱的乡亲咧讲，咱今嘛伫遮咧运动，真正拢万不能。万一下雨的时候，就是无法躲塘啊，云有一个密的所在啊，大家爱赶紧去走一走安尼，这也是蛮危险的啦吼。所以我希望讲这个呢，是不是可以我们今年可以来规划一下？那如果经费拿无，那是不是今年吼，我们可以变下去，让这个可以再完整一点？谢谢。好，因为阮有一个公园特色化的规划案。哎。这个。计划是在今年会执行的、所以会把这个议员的这个意见哈、这个在如果这个请那个规划公司啊做比较详细的它的规划，是不是可以纳进去，功能更好一点啊？好，纳进去然后再整体看这样子起来是不是也好看？就是说公园湘湖公园里头增加一些功能啦。对，增加一些功能。还有就是一些功能，就是讲咱公园内底有一挂吼，即卖类似吼，一挂老人啊吼，对，去行的时候吼，会当有迄什么做运动，互因撸这辛苦啦，有也讲撸个骨气也好起个啊，吼、就是有一些可以让他们在那边可以类似宜家的迄个一挂设施。吼、哦，互因会当多凹一下筋，行咧了时阵啊，凹一下筋啦吼，是啊扭一下迄个，可以就是那个我们博爱国小的那个第二校区里面就有很多这些设施，那是不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一下哩，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互咱的乡亲去啊行路了的时阵吼，买当吼运动一下，去啊撸一下筋骨一下，安尼，因是感觉讲安尼搁较好安尼啦。
这真好的建议啦，因为那个老年人口在增加啦，啊，市长是有交代，建设处啊，就老年人口增加的问题，那公园的部分如何的这个啊来啊增加一些健康哈、哦，这个预防防老的一些啊设备哈、哦，来。好，大概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啦。好，那你请坐哈、哦。啊，再来，我要来请教咱公务处哈、哦。因为在那个四贤路的旁边，咱即马还有一段无开辟嘛吼、哦。那之前咱以前讲征收是用公园征收，吼、哦、啊，后来我还因知影讲我们这里是要为四贤路，这个文化路诶西边这边家，就是要把它通过去那边，遐是要来做道路用。所以呢，遭到我们一些地，咱的地主来甲咱建议讲，啊，因为你甲我征收的目的是要做公园，但是你即摆要甲我做道路，那你以你的那个征收目的是不符，所以个即摆目前咱遐拢阿个坑咧，嘛拢阿个无叮当。那咱即摆过来，咱下一步的动作要怎么处理？好，请李处长来回答。谢议长，谢议员的指教哈。其实这个问题，我大概在上个月的时候已经有注意到的。嗯。那我请同仁呢，先评估就是到底那一段啊有没有需要再做道路的一个拓宽的需要？好、哦，就交通流量的需求上呢做一个评估。那如果是没有需要的情况下呢，我们觉得啊可能就要恢复它原来征收的目的哈、哦，征收的用途，它作为公园的用地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我们还会跟建设处这边来讨论一下、哦、看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会比较更好这样子。对，那这个已经在评估当中了。哦，你们现在有在评估？是，这个已经很多年在那边了，因为我记得那是七十几年的开始就是有在征收啊，征收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开辟完毕了啊，你现在又蹲那地啊、哦、没改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哦、等于他觉得说欠一个什么东西吼，无采安尼一个公园安尼做甲真迄类，啊都欠迄个遐，好像是感觉上不是很搭啦。是，哦、啊，我是感觉讲哦，如果可以尽快解决，那你们可能要找一些地主还是什么，赶快来协商一下，看要怎么来处理。是，好、哦，啊哪一档处理，哦，咱都爱关心处理。啊，如果那多多少少有感觉讲迄个时，那要怎么处理？你跟建设处来这边。啊，跟您市长、好、哦、副市长这边可能要讨论一下，好、哦，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啊，你若讲要恢复公园来讲，那要赶快要怎么去实施？咱来赶紧来做，好，咱这个公园真正会当较完整。好、哦，安尼好不？好，好、哦，是的。还有你那个谢谢里面有一个是你们的啦，哈、哦，那个公鹅啦，哈、哦，那我较早那个鹅是真水，结果叫恁负责的哈。那个有这水闸门嘛，叫恁用掉去啊。那真的是一个古迹的地方。那个水闸门真的是有够无彩啦吼，啊，但是不要紧啦，啊，熟悉都做成就做成啊，哦，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讲，我们现在要怎么把咱内底这个，那如果讲无水的时阵，吼、哦，那我们要让它保持内底有水，啊，保持安怎？你要看哦，哦，我是干嘛讲哦？有一些真的，我们可以好好再想一下，吼、哦，阿别安那来可以。好人来看到，吼、哦、啊，来队伍什么物件，哎、欸，觉得还不错，哦，安尼好不好？是。好，来你坐下哈。好，谢谢。过来嘞，那啊，我请教那个建设处哈，哎、哦，处长哈、哦，来，那个我是感觉安尼啦哈、哦，我觉得有时啊，咱来队公园哈、哦、比较硬，哦，咱拢是咧行路，吼、哦，嘛拢用迄个铺迄个做，唔是阿毛土，啊，就是一挂。用那个什么砖来用吼，还有类似我们去日本看吼，你看因日本内底公园吼，就是因咧行的所在吼，都是用一些碎石头，吼差不多中中中啊咧碎石头，这样子的话，行的时阵嘛袂歹，感那个感觉也不错，哎甩一下甩一下嘛不错啦吼，而且那个透水性又好，你万不能落雨的时阵，哎、欸，它马上就可以。透到那个咱的那个地底下，所以也不会积水。所以我是干嘛讲，你们可以是不是朝这一个方向，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延长一分钟，好、哦，考虑一下，就是说类似有时咱在行路的时阵，吼、哦，不一定拢是爱用阿毛土，啊，不一定就是一定爱铺迄个做，迄个咱的什么什么做什么砖黑啦，吼、哦，
透水砖啊啥物，我是觉得那种感觉也不错。哦，安尼行伫迄个顶悬咧，石头的顶悬咧，甩一下甩一下，而且又可以让我那个水可以同一时间就渗下去，买当去吼咱的池湾阁吸收到迄个水。好、哦，我希望说吼、哦、啊，以后我们这个公园的设计吼，不要设计得很硬，吼、哦，会当吼较自然咧，吼、哦、啊较感觉讲吼，哎，大家走的也是很。有迄个感觉讲，哎，袂歹安尼吼，所以我觉得说啊，希望我们还有检讨的空间，也有改进的空间啦吼，谢谢。好，谢谢陈新之议员的发言。那么继续请黄秋泽议员的发言。来，老张。好。今日头家走去台北吼，较轻松咧。我拢问头家咧，所以我咧问我看到者，拢为了底下咧米咧度孤。那个交通处孙处长，二高东路呀吼，了解停区停车场嘛？哎、啊、呀，停车场含那落地差两三米宽嘛，所以迄当时哦，我要甲你反映含建设处这边嘛，可是咪都市计划细部计划一检讨的时，遐个变为做社区公园绿地嘛，啊，这进行了安怎你知无？好，请交管处郑处长来回答。谢谢主席哈，谢谢黄议员指教。这里合作这个停车场停车这个部分家，你伫个顶个会议加前几个会议都有关心过哈。啊，这部分家我目前的进度是这里合作已经有纳入这里合作都市计划里变更做合作绿地广场绿地啦哈。啊，关于部分家，我已经有为纳入了，还未通过啊。迄部分家就还未通过对嘿。啊，关于部分家，这几个当然呢。啊，这部分车我过来了解因的进度好不好？啊，我给你报告，变作讲，因为这部分车，阮我有迄台先委托建筑师哈，迄台遐要做一个合作，类似一个社区停车场跟公园这样子。啊，目前来讲，应该是整个对啦，啊，以后变来做公园了对。是当分的部分是朝向迄个方向来处理。啊，现在刚简单的是先来处理这个合作，绿地公园的方式来设计安尼。哦，啊嘛是要变变的，以后来开票做社区公园。关键嘛是变做讲是齐头并进啦，一方面嘛是去做这个做相关的变更，而且方面我嘛先做主要工程啊。啊，你要当时要先来个用哦。进前的时阵啊，对，进前的时阵，这设计拢已经你设计啊哈，啊，即摆就是有一个地主哈，有一个地主要过去协商啦，变做讲要过去找迄个地主来动一个动意思啊呢。找无人呢？是嘿，啊，这动迁我请你对你俩协商。要紧，再几日当啊。好心咧，你较紧咧。哦，这部分叫我咧，我大家拢只等会事。我请你领导协助，这个合作，这个哦，这较紧咧，同意书啦。社区咧用诶，啊，这遮侪年哦，啊，民政处人遐一寡听话人也去签了啊，啊，这是足侪年啦，速度紧咧。啊，这部计划都无检讨诶，真哦。啊，都发处这边哦，稍微一个啊，秘书长等下小讲一下啦。哦，后摆就退休啊，迄搭个退休啊，怎我甲你讲？哦，你这边小注意的啦，而且我个拄啊注意边，我个讲的跟变变的，你这边设施先去做做的，哦，这个设施我也先来处理的。啊，无啊，规个啊，规个拢蛮长的实在，去底下徛十五分钟，上无去顶到五十步，好，迄好心忙啊，够济，去整理你个啦，我也到底啊，白色附近的白色哦，环境卫生较好，好不？也麻烦。进度他过来逛一下。你慢加济嘞，也够有嘞，今仔日探测的。咱那个大条路吼，你比着五凤路、五凤南路，咱大条路边两边有分隔岛，快车道分隔岛过慢车道，咱若伫快车道咧开车，哦，比如讲来为南边一直开到后红安路，哦，开到红安路啦、兴业路啦、西安路吼，迄个水阳路啦，咱。足济迄个路口啊，有迄个号志啊，指示号志左转，边边车顶哦，啊，咱两当先左转了，对方来车过二十秒、三十秒，应该过来嘛，哦，安尼较安全。啊，有个路口无设，啊，你若像这种的，伫这个五凤路吼，足济条路拢安尼，你敢讲有左转的呢？啊，有个无设咯，啊，右转的呢？右转车顶右转。哦，一边右转，直行车慢车道，直行车，直行车往过，右转呢，
哎，跟阮个导演计条咧，看看，无不是嘛，弄掉，不是咧车祸啦。那嘉义市的车祸，一当头5000件，这个数字是天文数字。那这是发生，这种情发生也真济啊。你捌想过这个问题？这是这个耗子，我那边有右转的耗子，还是阮个导伊的设计？哎呀，那设计可以，视线要右转的车，有法度看到慢车道这边的机车。也贵啊！伊直行车呢？啊，你右转车，你爱单直行车呢？但是有阵叫做看无不是咧弄啦。我讲这你挺有意思无，处长？哎，啊，这边要改善。导游报告哈，大概你当天的大概是离个这个咱几个路段啦，这将阮大概有看到一寡，这个是左转的部分。右转，一种是左转的需求啦，哈，嗯，啊，一种是你所讲的说右转的需求这部分车，啊，我先讲左转的需求的部分车，阮大概阮有做一个通盘的盘点吼，大概咱市内啊，佫有23处的所在有需要去处理这个合作，这个左转专用的部分。你当天的这个部分右转部分这里吼，阮有咧规划中吼，阮大概爱去看这个合作，这个一些绿带，一些绿带跨到下就对啦吼。如果往绿带真大的部分车。哦，比如讲大过5米以上，哦，比如讲你像中华路迄部分啊，大过5米以上，还是讲西安路大过5米以上，啊，迄部分啊，伊就可能变作会使去到头前的路口，它个右转入去就对啦，等于会使先出入去迄路口。啊，如果话讲伊迄个部分遐个 A 部分遮，我会去检讨讲伊是毋是有需要去出这个合作引道入去，啊，是讲会使。就我迄个看，迄是较无问题，迄个会当另外要动的。哦，啊，你像这五凤路、弥陀路啦，吼。五凤南路、南弥陀路，足侪条路，像这个，嘿，阮个倒无介看，嘿，阮倒无介看到，嘿。哦，啊，这个，你个唔是你耗子爱处理，无就是阮个倒爱去处理啊。阮大概是这两个方向啦，一个就是变作可能是不是爱有右转的方向，啊，一个就是变作看是不是要打迄个做分隔岛吼，开靠下这里合作快车道的车也是汇入安尼啦。哦，对对哦。方向来规划，等你好好研究一下，哦，因为这足侪市民反映。啊，实际上发生足侪车，迄个车辆诶肇事吼，啊，车祸问题也真侪。啊，过来吼，即，這个五凤路要挖你扩大征收，挖来扩大征收，要为兴安街、为黄信道路，哦，啊，要为即嘛也有扩大征收内底2条15米诶。即嘛变五凤路无路，为北平要右转过，还是为军营桥要左转过来？这入来了，迄交通道路呢？上下班时间吼，尤其还佫有下午啊。遐有一搭有夫人的后壁门啊，遐有大业的，还佫有兴安国校啊。啊，车辆做落了入来4条路，啊，过来以后兴安国校伊正门爱设立这边大条路啊。所以我前摆我小婆婆有甲你讲过啦，这问题吼，爱找一个时间吼，来现场研究一下，看好这无用好，这后日真麻烦。这囡仔底下咧上下课吼，太危险，啊！佮大人咧接送，我做这啊，落雨天啊，大人来接送，这爱特地爱好啊吼，研究者这，咱之前拢读啦，上下班拢读啦，遐足乱嘞啦！你去靠远景地，一个底下指挥，我看迄嘛唔是头路，咱来甲处理好势啦，约者时间啦。好啊，好，我们配合议员的时间，咱来做者现勘。啊，咱现场会勘看安怎做上解好无？以后大门就向这边啊，兴安国啊，大门就向这边啊嘛。哦，这等于你一个姐姐，然后你家姐，一个公务处，秘书长，这个北江街你知啦哈？北江街你都知哈？北江街的两岸，伫市内两岸，另外一边我。北平是兴安里，南平是新村里，啊，伫金华桥东侧呀，北平是安寮里，南平是兴仁里，安寮也好，哦，兴仁也好，兴安也好，这伊个吼，堤防拢做起来，黄信道路拢有啦，即马都啊加剩一段，就新村呐，新村吼，为军辉桥，只起头500公尺吧，500公尺吧。这本来是河岸，现在呢哦，都是叫一个变更来做黄兴道路后方分挂号啊。但是那是第五河川局，哦，这个业务范围是第五河川局了。啊，既然都是计划变更好啊，中央行核准啊，哦，
这个唯一这么爱做的就是土地爱甲征收啦，因为迄条铁道去趁惯诶啦。啊，所以像所谓堤防吼，甲黄金道路，我正去两边这三位拢做好，都敢独独即位好，真正工作一当诶啦。哦，哎呀，里面哦，啊，一直反映，特当咧反映，麻烦你哦，这中央哦，也是你清楚者啦，征收收咧开撇撇，像你十年嘛。哦，从你早起早开票过哦，迄当时啊交通啊买关咧足方便，哦啊无迄早特当安尼反应，特当反应啦，应该可能无介济钱啦，对中央来讲无介济钱啊，这点落来，哦好。好，请延长一分钟。我跟我说来知啦吼，啊你中央都有说，啊无你简单起来回应一下，你看安怎？你表现一下来，说你表现一下你。请李处长来回答。啊，谢议长，谢议员关心。那个地方的位置我大概知道哈。那诚如刚刚议员所提到的，它是五合局在管理的了哈。那没有关系，我想我会回去啊，跟我们水工处、水工科这边来联系，来了解一下。对，我来搞处理处。你等于你想要紧，叫你的部长带你去现场看的，多面现出来看嘛。好。哦，是不是像我讲安尼已经变金了啊？是。啊，到底爱话者钱，你话为中央落来，是中央的定数你较捌，是是。啊，你较认真嘞。好。后会期，我来个解问，你就讲啊，你去争取好啊，你唔能够起来讲你知，哦啊，等下无消无息，哦，安尼就歹势，哦。好，谢谢。好，谢谢黄秋泽议员。那么继续请黄陆会议员发言。谢谢。高主席、萧议长、市府的各一级主管，我们的议会同仁，还有媒体记者先小姐，大家早。我想我先来厘清一个问题哈。我想很多人一辈子只盖一间房子啊哈。啊，当伊人要起厝的时阵哈，伊爱来起建筑申请嘛，他要申请建造哈。那指定建筑线，我这边要请教一下，到底是哪一个单位负责的？秘书长，不好意思哈，因为这单书店哈讨论过几下盖哈，我想借这个大会哈，我们把这个责任的问题把它厘清，好不好？好，请秘书长来回答。谢谢萧议长，谢谢黄议员的指教哈。指定建筑线是都市发展处建管科的业务，是建管科的业务嘛？是。所以未来如果遇到这个问题，我们跟公务处这边会不会需要协调的地方？有吗？是。那有的话是让民众去协调，还是我们各单位自己做处理？应该是经过老百姓申请，我们的市民申请建筑线指定的业务以后，进入到建管科，建管科要发会勘通知，然后经过相关单位的一个会勘以后呢，去决定这个建筑线的处理，应该程序正办应该是这样。所以经由你们的会勘，然后你们内部处理，看权责单位在哪一个部分，你们自行解决，而不是让民众然后一下子踢过来这边，一下子踢过去那边，然后让承办人员真的不知所措。所以我希望说未来我们可以朝向这方面去处理。啊，不然真的每次要去一间厝，你们公文要等来等去，互相去回勘，回勘了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样，把那个期程都延宕了，我觉得很可惜啊。所以未来这个部分，我想你们处长级的你们自己要协调好，然后让承办人员他们可以依循你们的制度下去处理，好不好？好，好，我们来改进。谢谢啊，谢谢议员。好，你请坐。我想台湾正迈入高龄化的城市嘛，那轮椅族的人口也持续在增加当中，那未来对于这一块的族群，我们要提供更友善更舒适的交通环境，这也是我们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那我想要请教我们社会处处长，嘉义市的身障人口有多少，老年人的人口有多少？处长。好，请张处长来回答。好，谢谢议长，还有谢谢黄议员的一个指教。那目前嘉义市的老人人口有3万多，差不多3万4，那身障人口有14000多人。
那个我们的富康巴士的车辆有几辆？目前是15辆，今年那前上个礼拜又人家又捐赠一辆，所以总共15辆。15辆嘛，哈、嗯，那你有没有觉得供需失衡？因为目前是采登预约制啦，哈，那承办单位就是那个机械损伤协会啊，他们所报过来的一个资料，那目前是一个月大概2000多人次哈、哦，是还应该是还可以弥补过去的。像你刚才讲，老年人的人口3万多啊，然后身障者有1万多嘛，那随便加起来都有5万个人口需要富康巴士，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哈、哦，这些身体有障碍的人，他们的交通工具哈、哦，除了富康巴士、低盘公车哈、哦。我想象不到还有什么的交通工具可以满足到他们的需求。那你刚才有讲啊，我听起来富康巴士跟我们需要的人口数不成正比啊，对不对？我也知道现行的制度你们是采预约制，可是对长期需要这样的交通工具的人，我觉得他会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的权利跟福利啊。那我们社会处这边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样处理改善这个问题？好，跟议员报告哈、哦，那个其实这有一些反映意见，我们陆续也都有收集到了。那针对这些障碍人口，还有身障人口，还有我们老年人口，不是没那个他的障别也有不一样了。那没办法说整个这些人，可是我想这5万多个人当中，他们一定有固定要就学，还有固定要去就医的人士啊，所以我觉得这15辆真的是不够啊。而且你们采预约制啊，据我了解现行的制度，你们采预约制，那对于说老年人，就是这些身障者，他们外出有时候要跟家人出游，好像夜间你们也没有服务嘛，假日也没有服务嘛，如果要在假日，你们一定要事先预约，对不对？其实假日是有开放的啦，有开放。可是要事先预约啊。对啊，还是采预约制。那如果临时说他今天刚好身体不舒服，那怎么办？其实很多面向，我们还是陆续在跟承办单位来做研商啦。那就民众的一个需求部分，我们还是做改善，我们持续来进行。我觉得这样子弹性。这样子的时间没有弹性哈，对身障者来讲哈，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呢。而且据我所知啊，他们要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才可以享受这样的福利，是不是，处长？你如果那个富康巴士其实主要是针对肢体障碍者啦，因为他那个行动不便。对啊，所以说、啊、老年人如果要使用富康巴士的话，他可能要负担更高的费用。另外那一块是在长照的一个交通接送。长照另外有一个是交通接送，也是有可能也是用富康巴士在跑，可是不是我们政府委托的那个富康巴士，那个承办单位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点、哦、有些我们长辈有些可能会弄错，因为不是那个富康巴士，那个是针对身心障碍朋友的。那个处长，我再问你哈、哦，那如果说了哈、哦，一般如果说他夜间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这边怎么处理？因为你们有营业时间嘛，是不是？对对对，那基本上其实有需求打过来，我们会尽量去克服啦。真的是就个案的一个需求部分，我直接把你的问题点出来好不好 ？OK。你们的富康巴士车辆少，而且司机的人员也不足啊，所以在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处长这边，好，可不可以再增加人员？跟议员报告哈、哦，这一部分也是我现在又回到社会处，其实我一直要研议说，能不能增加整个预算来增加承办单位的那个对，因为你没有增加司机的话，你车辆不好意思，借用我分两部分了、啊，一个是车辆的一个汰换，哦，安全性能够提高；另外一个就是人那个驾驶人员能够让它增加。那这一部分恐怕如果民间资源。不足的时候，我恐怕要透过府预算来增加编列，所以到时候恐怕也要拜托议会能够给我支持。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委外处理嘛，
对，对不对？虽然是委外处理，但是他们有什么困难点，我们主管机关还是要予以协助，好不好？没有问题啊，这我责无旁贷。那处长这一点就拜托你了。对，谢谢，好不好？谢谢议员的一个好、嗯、谢谢提醒，你请坐。谢谢。前一阵子哈、哦，政捷已经伏法了嘛，台湾充斥着一些很不安定、不安全，然后不互助合作的氛围哈、哦，让人家非常的感慨，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种种的迹象哈、哦，让我们觉得反社会人格的存在对社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哈、哦。我这边要跟那个我们教育处处长探讨的，就是说，台湾现在贫富差距哈、哦、屡创新高了。当然社会的好坏哈，以及稳定的程度可能跟收入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不对等不平等哈，直接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你对我说的这一点有没有认同？好，请黄处长来回答。好、哦、谢谢议长。那个感谢我们议员的关心，确实是贫富差距会造成社会上一些问题，没有错。我觉得贫富差距哈、哦，它所影响的哈、哦、是每一个人呐、啊，不是只有贫穷的人才会受影响。那在这一块当中哈、哦，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贫富差距的距离比较高的国家，它对毒品呐 啊对社会整个影响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我这边要跟处长你这边讲的就是说，教育很重要。当这个社会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政府有责任要好好的去照顾每一个家庭跟每一个孩子。那如果家庭出了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嘛。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之下成长。所以在这边我要再次的拜托你，你当时来到我们嘉义市的时候，我就有针对营养午餐免费的事情，好，请延长一分钟跟处长这边哈、哦做一个讨论，政府的坚持哈、哦、会影响这个社会的发展。我希望处长你勇敢的在这个今年底哈、哦、编列明年的预算，把儿童营养午餐免费把它编列下去，好不好？处长，你有没有这个勇气？请开麦克风。负起政府照顾孩子的责任。营养午餐的免费哈、哦，因为这牵涉到整个的一个政策的问题，还有政策的问题比较重要，还是说孩子的成长比较重要？因为这有牵涉到整个社会层面，还有包括富人的问题。像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哈、哦，对，没有那个处长，我只问你，你有没有勇气把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的预算编列下去？有没有？你只要回答我就好了。因为这要通盘，你要负起照顾孩子的责任，让孩子有公平正义的成长啊。好，谢谢黄陆慧议员的发言。那么继续请廖天龙议员发言。来，大家好。好，我想公务处李处长哈、哦，你跟我跟市长讨论这个重庆路这个人行道，人家跟他反映说、哦、没有对焦啦，我说的、哦、啊跟市长说的、哦、都不对焦啦，他不对针对问题跟我回答，我用杀的，你知不知道、啊、所以我今天就借、哦、这个机会我跟你探讨一下。你刚刚我们说这个回答、啊哦、回答的部分，你们不要检讨起来目前现在怎么来先回答。好，请李处长来回答。谢议长，谢议员的关心哈。花台的部分，其实在两个月前的检讨会里面已经把它剔除了，所以不会设置花台。哦，唔对哦，不会啊，迄届我去参加迄届公听会里面哈，它还是有，本来是规排啦，啊，不会啊，改较远一点，较远一点就对了。啊，所以你这个可能你这个你讲的吼。跟事实上可能有一点出入，所以要了解到底说现在还设计定设计什么款呢？好，我都了解、哦、本来是几台都 因我没看到，本来是很多位的啦，是、啊、后来跟他较少位去啦，是、啊、你现在叫你现在说、啊、这个花台也感觉看看跟零零落落几张实在是原来不好啦，是、哦啊、是不是都给他改掉去、哦、这个部分、哦、你如果再改那个
那个设计师吼，我了解一下。是。啊，即卖过来讲这个斜坡吼，这个、斜坡尾啊啦，恁安那解决？斜坡道的部分啊，我来针对这个用户因的提出需求哈、嗯，啊来看是不是可行来设置的哈。但是因为咱规条路哪拢该设斜坡的话，可能是袂看及啦，吼、哦，所以我来看这个需求，啊来设这个固定式的斜坡。啊，万一若是无法多，啊，毋过真正有这个需要的时阵啊，我可能会另外来定做这个移动式的这个铁质的这个斜坡哈，啊，会当然后这个需要它给架设上去，啊，不需要再把它拿掉。大概是活动式的对啦，活动式的安尼。我那是干嘛讲我应该可以，应该里遐的起源应该是接受得到了。我是希望安尼当真正，你那拢总做起来，真正袂看哩啊！哎呀，袂看哩啊！所以讲，我们要是咱嘛都爱重要啦，啊，但是变成诉求嘛是重要啦。是啊，所以我当两全其美吼，把它说出来，啊，你们才对。哎，讲市场了啊，讲实在啦，讲市场吼，唔捌过几万啦，哦，啊，甲讲嘢讲，伊个收边啊去安尼啦，真正。即嘛，即个机车价吼，机车价咱即嘛到底？他要怎么样设置？不过议员哦，机车给我袂好，去你到人行道的顶头，一点无那是地。我那是干嘛讲？对对对，考虑好在下面。对对对，啊，唔过我咧设置咧迄个机车格的那个区域哈，它是也不会占据到马路这边，还是在这个人行道里面，但是它是机车弯进去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起码大概是四米半，我能两米半嘛。对。大概是七米嘛。是。啊，七米我敢有摕手去量啦，我去量量了，是我那多，我那有占着落地，但是迄落地吼、哦、是伫停车格就对啦。对。哦，本来我那做停车格啊，但是我是咧落啦。啊，即马是咧讲，你刚嘛咧讲啊，是毋是即个机车道吼？即马无机车道嘛？啊，那咧是毋是我那佫无机车道啊？我是共款啦。那咧机车咧骑啊，还是讲卡拉车咧骑啊？怎么办？这部分我有讨论过哈，就是说在没有缩减目前道路的这个宽度的情况下，可能到时候我们会跟交通处这边再来会勘，看是怎么去划设，重新划设这个标线，那怎么把这个车道的部分做一个规划？嘿，因为我感觉讲，我可能两轨那车道线哈，可能比以外国家较宽了，好像是比较宽了。对对。啊，你那个规划整体个用起来了，是不是能一个？哦，机车道是讲迄个自行车道，是是，哦，会当做这物件嘛？哦，你甲迄个交通处来对了，是是，研究一下吼、哦。可以。即摆吼，迄、采光罩就对了，伊遐居民吼，伊感觉讲采光罩唔是干那讲因遐有效尔啦，当然冇话好啦。啊，但是人若是讲要你讲要惊遐人行道时阵，哦，买当热雨啊，吼、哦，你话雨来是冇得避啊。啊，若去迄个道向正的边啊，去啊欣赏遐。风诶，那个景色先买单，哎，过来买单去。啊，所以感觉讲这一个比较讲，不是讲哦，别里无做，遐就袂使做啦。哦，所以讲感觉讲，假设那是一个休闲的道路的话，哈、哦，我们要规划一个美化美轮，对吧？我感觉讲，哎，起来讲加一个特色，哦，不是讲特调拢同款啦。哦，这个方面哦，咱一旦做，起码一旦做。不过议员哈，因为采光罩如果是在人行道上的话呢，依照规定是没有办法来设置哈。那因为我们的经费也是来自营建署的补助，所以这部分呢，可能在现有的这个工程计划里面是没有办法来实施。但是，诚如刚刚议员所提到哈，设置采光罩如果有它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会配合在它对面这个道将军的一个改善啊。那其实上个礼拜市长也有提到，他会到现场再去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需要，还要怎么去规划他的这个徒步的这个整个配置哈、哦。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另外找到经费，然后来做不同的一个构想，然后再看是不是再把这个采光罩把它施设上去。怎么讲采光罩当然是干嘛讲这个名称上可能有问题啦。是，我说是不是讲？比如说城乡风貌啊，是说商迁啊，吼，因为那位置方面的来个，哦，也可以合法化。是。哦，咱来当做，哎，只买当使用。是是。无你若做起来吼，比本来搁较歹，安就失去了意义啊。是的。哦，本来讲做的比阿摆较好，哦，台湾做目前最起码，我也够能该做出来嘛，拢开几百万的遐。嗯嗯。对吧？啊，咱迄
做起来不是讲做些钱的啦，是但是伊讲市长讲迄落话，我实在听袂落啦。啊，讲啊，这都是拢市民的诶纳税人钱，我哎每一条水沟每一块点啊沟咯，对吧？迄嘛是拢感觉拢是市民的纳税钱啊，是看有需要没有需要，对对，对吧？不是讲干嘛讲做的是讲纳税的钱，哎，是我开跟这公司迄度开落啊，都要甲要甲变出来啊，对吧？哎，我嘛这样的话讲不过去啦，哦，所以讲咱是不是讲需要啊？我最重要，现在我是一个建议啦，就是说咱现在要为定案以前啦，定案以前吼，咱搁开一个公听会，定案的公听会，我底下说明给遐里面知啊，咱是要安怎做，我会当做的，甲袂当做的，哦，我相信也袂当做的，人讲中央这物件都中央规定嘛，咱无法度啊，哦，但应该市民会理解这个问题啊，但是后续也是部分吼，我们还是要去规划啦。是哦，即马过来我请教伊讲，都听讲迄个文化咯，有无？迄个不是来迄个线路吼，伫咧工山边啊，对我来讲，当然咧讲是地就对啦。即地较早吼，无唔对啦，是公园预定地征收的啦。但是我来记了无唔对吼，有阁要变更做道路用地啦，变更道路用地也贵啊啦。但是吼，尾啊，无得唔知安怎，我唔知，阁变更做。用地大用地，搁啊取消掉呀，啊搁变公用地就对了。啊，即摆我是咧讲，啊到底是咱大用地需要，因为大用地你也是讲变，都是去变更、甲征收，啊即摆合法咧呢。咱就是讲较早的钱也行伊，啊你啊搁定征收即地嘛，或者是安尼嘛。啊，但是感觉讲我起来差伤济，感觉讲你即摆个恢复个也行伊，只要较早钱行，即摆搁征收。我一介绍吼，介绍侪就对了。我当然也不合理啦，但是咱看个是不是有这需要？我是安尼一个想法啦。你讲公园定地都无唔对，但是公园定地嘛是有道路啊，它也是有道路啊。公园里面也可以道路的，边啊讲哦道路。所以讲是不是讲咱规划迄个所在做道路，一旦做道路，啊以后那铁路高架以后去哩，了后咱嘛免经过地下道啊。那直接嘛是当鬼啊！哦，这我是感觉一个，这我个人一个想法啦。你一年安尼可行不可行？诶，多谢议员你的指教吼。因为现地的状况啊，讲实在我还未去看过啦。哦，你还未去看过啦。啊，所以你的建议我会请当人吼列入参考。啊，目前呢，我们即马已经有牵绊，就是讲以目前这个四线路遐交通流量来看起来吼。甲上无啥需要过来开辟这个道路啦吼，啊，毋过这是原来的想法，因为他多议员的建议是讲，若要做公园，会当阁有另外这个道路的需要吼，爱当趟入去这个公园的需要，啊，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想法，我们会再来考虑一下这样子。今年咱即马机车吼，是爱坐一年做大年，再阁倒外过，是是，啊，你可能无去看过。感觉足奇怪，我知有地上不啦，我有经过啊，我感觉讲咧，你啊赛车无感觉啦，你跳迪拜的话会有这种很奇怪的这种物件。啊，既然咧，因为佮变更做公园定地，你不可能再做道路了啦。是是。好，请延长一分钟。你无可能迄个佮做道路嘛？啊，所以讲，伊这物件啊，咱应该是也无同意就对了，他还是要做公园就对了。啊，那时阵咱要突破这物件，就是讲以公的名义。来做道路，哦啊！但是你们要搁做地下道，可能有困难度啦。啊，所以讲是唔是讲，即个阿伯配合铁路高架时阵，能整体给他做过，哦，你们规划看看，好吧？你来了解看卖咧，好，以上。好，谢谢廖天龙议员的发言。那么继续请王美惠议员发言。主席，过几天其中一个主管能够收假前行，给我通文，大家高炸，大家好。今仔吼是真欢喜，应该是爱去台北庆祝咱家台湾的总统就职啦。但是因为我考虑想讲，唔知要去也唔去，所以我首先也是留咧咱家己吼，来甲咱市府遮的主管探讨一寡问题，甲咱吼都市长吼去参加，甲会当争取较好的物件、较好的经费。来家里建设，噶这今仔是真欢喜的日子。噶要来讲这个问题，嘛有一点啊沉重。噶
副市长，因为今天市长去小英就职嘛，现在是小英总统就职，所以他今天没在了，你来代表他，拜托我所说的话麻烦回来他再来转述一下，好，让我养一下。因为处长，那个民建署处长，处长在我们嘉义市的殡葬所，你到目前在本社中会期跟你探讨的到现在你有做什么，拜托来你回答一下。好，请吴处长来回答。谢谢议长，谢谢黄议员对我们殡葬业务的关心。我想王议员齁一直以来对我们殡葬的设施呢非常关心，也给我们很多的指导。那大家拢做关心的，这是我特殊对大家一个讲安尼俩。那我想去年被比较议员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礼厅不足的问题。那其实去年我们有就这个问题呢检护了相关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处长，该水齁免该水，佮以我顶会期的要求吼，到目前你有做过啥物？麻烦你讲一下。嘿，顶会期那天，那天我有去接触，不过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黄天啦。嘿，处长，那恁要安尼生态去接触吼，含一块钱佮接触袂到啦。你敢知影啥物原因？因为咱嘉义县。会去用这只无好难，你的经费任何你设计偌好，计划偌好，去到中央的心，拢一定爬上来啊。对，所以本身是要家你探讨这个讲，咱无这个去用这只，咱是不是拢无法度做改善？啊，处长，因为所有的设施都要执照。啊、我知道啊，我敢唔知啊？当然设施爱执照无执照，咱这会违反的，会违章的。咱公部门那会使违法，佮因为咱就是烧的，每一人拢爱行最后一遍。迄、那个烧火葬场，逐工大部分拢爱用着，所以伫嘉义县市，感觉讲考虑这个物件，所以。安尼豆豆啊烧，豆豆啊烧，看烧偌久啊？到今嘛，咱也无启用这招啊。我是要来你请教讲，咱这个启用这招差不多当时有法度协商完成啦。这个部分我跟议员做一个报告。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市长跟我们都很真的也很着急。那这一次呢？范姐，处长。你说市长很着急哦，干嘛？其实这次我们市长有在就我们内部就是说需要再向你干嘛得你不要说那么多啦，干嘛啦？市长在这个工作报告哦，含讲到我们殡葬所要怎么改善怎么处理哦，我头前现后面现现在我怕我会看你不对，我又问我们董事说他你有看到市长的工作报告里面到公调会总场要怎么改善？无。他你的工作报告里面，他未来要安怎做？处长，你敢认为市长是足用心要来咱嘉义市的殡葬所做好？关于这部分，我要跟议员做一个报告哈。这一次我们在汇集的各个局处，要向我们的小英总统，就新的政府来争取补助部分。我们殡葬所部分，我们提出了四个案子。我跟我听啦，火化场的启用，我跟我听啦，处长，咱若无启用啦，小英的总统哦，伊未讲哦违法啦。小英当时是有讲一句话啦，伊是要做全民的总统。不是要做咱民进党的总统啦，主要你这个去用这条来提好，我相信不管什么人，一定会答应咱的建设啦。处长，伫这我是安怎来讲呢？因为伫外口的风风雨雨，听到咱的土市长讲要来殡葬所来送予嘉义县，未来咱若嘉义市的人。那厝诶有要安怎？要去殡葬所，咱可爱来拜托嘉义县呢？
处长，你我放一个，互你看啦，吼、哦，看讲有一天变安尼的时，你的感情是安怎啦？来，听讲是，来，处长，这边就是东西市，你让我承诺讲要做个别七天四间啦。到今仔日下早我去看的时，佮同款是安尼，已经半冬啊，表示我王秘书的能力可能无改好。在半冬内完全拢无改变，再来下一张，这拢同款伫遐的环境，吼、哦，再来下一张，处长，你来详细看，恁这个是什么所在？来，处长，我的时间无，剩三分我尔，来，这个什么所在？这个什么所在？处长，你哪看袂清楚，徛在头前嘞？处长，这个什么所在？入口啊！啊！入口处。处长，我看你伫遐看，伫遐看哦，我感觉替你做担忧嘞。这是你的官区的嘞，这哪汹涌？电视出来，你都爱有感想啊，爱有感觉啊，你搁伫遐看几波？来，处长，内面写安怎？内面的字写安怎？来看，无清楚，你徛头前嘞，徛头前不要紧。内面的字写安怎？你徛头前嘞。嘉义市立殡仪馆。嘉义市立殡仪馆嘛，吼。那有一天哦，咱的嘉义市的殡仪馆，那变成别人的，来监控室，你来放最后一张。来，处长，你看麦啊，看这些安怎？我想这个在我们市长任内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处长，我是安怎？你念一下。嘉义县立殡仪馆。嘉义县嘛，吼。我嘛，我嘛未使安尼做。处长，你才拄仔有来本席回答讲，伫多市长的任内，绝对未安尼做。那是有甚物变卦的时，处长你要甚物负责？我辞职下台。你辞职下台？对。好，甲你唔能够时时你拄要退休拄下来拄好咧，这个无同啊哦。好、哦，那是讲要退休的时阵，你要用退休来讲，爱真正是咱做的做了唔好，该安怎做的安怎用？处长，我今仔是安怎甲你探讨这个问题？因为长久以来，小英，咱讲的小花。就是嘉义县的县长，嘉义县的县长，伊也毋是歹讲话人。你拜托咱的涂市长，好意去人拜托去人讲嘛，因为毕竟咱是要来拜托人的，唔通拜托两三句，第四句的人呼去，安尼就唔好啊。这个可以帮我解释一下？我讲安尼，市长，我是安怎干嘛呢？你要安怎解释？一期过一期的解释，结果的是到今仔目前为止，咱拢还未摕到启用执照。当时是都市长调的时，第一届咱咧开会时，所有的议员拢寄望伊赶紧去处理好，已经谈判。处长，我希望是今年底的时阵，吼、哦，你个讲。迄、那个小英做总统啊嘛，要去争取，甲要去争取的时，咱爱有迄个启用执照，中央甲要予咱，是毋是你要朝这个方向赶快去处理？甲你哪讲？延长一分钟。主席，谢谢。因为来你讲，你要讲来。我想我们火化厂哈有使用执照，不是没有使用执照，所以我们的建筑是合法的，只是在线同意我们启用而已。对，我这样，我们没有执照，我当是三位的啦。你老话讲使用甲启用，我自头到尾个就是来你讲启用啊。我关心甲安尼，我无像你安尼，我互你看迄个所在，你还搁伫遐头咧咧，看无啥物物件。处长，大家拢为着家己饲百姓。来打拼，好、哦！我今仔四当甲一遍总统就职，我为着大家出去拢好讲，唔，甲你今仔那无去台北，甲你今仔那无去，
这听到一边是做欢喜，一边是干嘛讲？我爱来咱议会，所以我甲你探讨这个问题，都是非常的重要，好不好？市长，谢谢议员的指导。好，谢谢王美惠议员的发言。那么我们也希望市府能够尽快与县政府来协调这个操作许可的问题。那么继续呢，我们请下一位张秀华议员的发言。谢谢议长。我来延续一下刚刚王议员所讲的这个殡葬管理所的问题哈。那个吴处长，你刚刚信誓旦旦有讲一句话，涂市长任内绝对袂予嘉义市的殡仪馆变为嘉义县的殡仪馆，这句话你会带代表咱的市长伫遮答吼？会当这讲的拢爱会议记录的哦。来，吴处长。好，请吴处长来回答。我想我会就我是一个幕僚的单位举出他的利益弊。你刚讲说市长任内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但我会提出跟市长建议，就提出我们如果殡仪馆变成嘉义县的话，我们有怎样的弊，包括他的弊多于利的时候，而且要跟嘉义县变成嘉义县的话，我想有很多的交换条件，那这交换条件对我们嘉义市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不可能市长会说在很不利的状况下还做这样的决策。好，请坐。那个我在这拜托咱议长议事组将对这个会议记录一定要详细记载今天在这边所质询的对话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都要向历史负责的哈。好，那个我想来跟我们公务跟督花哈来探讨一下这个工作哈。那请咱的音控室呢帮我播放几张照片来。好，这是一条路哈，来下一张。我请问公务处长，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现象？这张照片。好，请李处长来回答。照片上好像有一辆汽车，它掉到这个侧沟，这个侧沟来对吗？哈，来，秘书长，你看到的是什么现象？好，请徐秘书长来回答。赶快嘛，对吧？对，赶快。好，再下一张。你要看这路拢崩一半去哈，来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好，这台嘛赶快哈。连啊，已经一半，再下一张，还有没有？再下一张，对，你看，车轮拢跋落伫这个错过内面吼，就是咱的水沟啊落崩去啊。再下一张，还有没有？好，好，谢谢殷控室。那个，秘书长，你请坐哈，我先跟公务处长来做探讨哈。我想这条伫倒位处长，你知影无？是不是迄个海口寮路？是，无唔对。就是对西横路有一条巷啊，巷道产业道路爱通去甲咱的屠宰场趟过文化路。这条路如果那以我预估无唔对，差不多两至三公里。因为时空背景的关系，社区的变迁，因为即马北新里内底已经有真侪建商伫内底起几落百户的厝。那因为这些人呢，因有可能对西横路要去头桥工业区上班，要去民雄工业区上班，伊免绕过四贤路往文化路，因就是拢对这条路的通路。所以有几乎每天里长都会接到民众去甲伊投讲，这条路唔赶紧处理你的，逐天都有车跋落水沟啊地内底。所以伫遮我已经讲两三年的时间，我嘛希望讲会当透过都市变更，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甲咱这条路变为咱的政府的都市计划道路。一再我嘛伫遮讲过，希望会当做专案变更。处长，可不可行？请你回答。包议员。因为有关都市计划变更的部分，尤其通盘检讨啊，这个程序上我没有那么了解了哈。但是，安尼处长我跟你讲，是依据咱的都市计划第27条第一项第四款内底规定，都市计划要变更要有四个要件，这四个要件其中有一项，就是讲咱的政府有重大建设的需求，会当做专案变更。我伫遮请问处长，你认为逐天拢有民众的车辆伫遮出入跋落水沟啊底，有生命危险的东西伫遮货车，都爱一台进一台，目睭一台进一台目睭，这个经营之下，
有没有构成这个要件让我们做专案变更？诶，那是以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是有啦哈，因为这真正是有这个安全性的考量的需求哈。啊，不过另外一部分的这个想法就是讲，这个都市计划，我了解这个所在应该是农业区，农业区。我跟处长报告，所有民众的同意书拢已经登到咱市政府督察处啊，同意书拢已经登出来啊，是不是？你愿意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我来努力看看，我来跟主管部我来跟秘书长探讨这个代志哈。是，谢谢。秘书长，我请问一下，咱嘉义市民权路，咱市长昨天、前天有提到引以为傲，伊的政绩就是甲民权路拓宽。民权路拓宽迄个部分本来是人行道，咱征收的部分就是迄阵做中山公园嘛，就是咱即卖嘉义公园。咱因为车流量的过多，我们要把它变更，加一个车道出来。所以咱嘛做个案的变更，把它当成加一个车道嘛，是不是安尼？秘书长，部长来回答。谢议员指教，对，没有错嘛。是。那这个要件跟我刚刚跟公务处长谈论的这个要件无啊不？我想这个是人民最需要的部分，我们政府就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了哈。那这个部分呢，目前呢，对咱要甲改善，就是讲公务处已经今年已经发包要甲做动头墙。啊，没有错，但是那是近的方法，就是南美。公局处理方法不是安尼处理。南美自己啦哈，南美自己咱已经有要改善了哈。啊，至于讲要个案变更哈，我已经朝27项哈第四条，就是讲有符合相关第四款哈，就是符合相关都市计划的相关的规定呢，我们来研拟个案变更。好，谢谢秘书长，因为这是攸关咱老百姓的身家性命财产。每一天这么多车辆在这里出入，尤其会当单用尔，我唔敢行一条路呢，因为我若行一条路，拄头前有车来，我袂晓马过啊。所以造成真多开车的人伫遐的不方便。你讲早期需求无够。无人会去要求讲这条路爱赶紧来变更，就是因为即卖社区诶，一个时空背景都不一样了，住进北新里的人口越来越多，所以需求嘛愈来愈大。咱市长的工作报告内底讲，伊对整个都市计划过去咱的通盘检讨是3年5年才开一届啦。咱的市长的工作计划第6页第7页有讲到讲，伊对高市计划重视，伊自上任以来。104年，召开10次都市计划委员，10次都委会，4届专案会议，现场讨论2届，拢总16届，这是104年。所以当然引以为傲的说，每个月啊，平均1.3次啊，105年呢，11个案通过10个案，是15个案，然后呢，拢总呢，人每个月平均开2.3次的会议啊。所以这表示咱市长对都市计划重视啊！我希望伫这个部分，咱秘书长回去，因为今天市长没有来，我没有办法跟他探讨这个事情。也希望秘书长，你朝你刚刚讲的我们的第27款，这几个规范的要件内底，找一个有法的，让附近的这些居民伫这出入呢，会当方便，每一届开车呢，会当放心前进，唔惊讲到爱去做倒退了马古，安尼好吧，秘书长？好。好，秘书长你请坐哈，希望你今天在这边的承诺呢哈，回去呢能够尽速的来跟相关单位呢来进行这个沟通哈。那我在这边呢利用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要想再跟公务处长你来探讨一个问题。刚刚廖议员提到的重庆路的人行道的改造问题哈，我想这是中央的补助款，咱每一年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既定的业务我们都是请专款回来做改造嘉义市的人行道，但是当我们的建设造成民众的困扰，又让民众不欢喜，甚至将近要抗议的阶段，你认为这个政策我们有必要做吗？来，处长。李处长来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议员哦。我想那个民众当然他长期在那边使用这块人行道，应该会有它的习惯性，所以当要做一个改变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弹。
但是如果我们就市政的一个推动，如果我们把它改建完之后，可以拥有一个很漂亮的人行道，可能在这个执行上、那个，我们任何的政策都是希望让民众的生活品质能够提升。是的。但是当咱的政策每当受到民众的满意度提升，安尼这个政策就叫无好的政策，这个政策就叫假做的钱，叫假开啦。现在这个所在会袂当讲照咱的计划安尼来执行，你知道什么原因无？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因为你来嘉义不久。我告诉你，请延长一分钟。这个所在呢，因为古社区叫智商混合啦，住家、店家，这座楼内底有徛家，也有店家。徛家的需求跟店家的需求无同款。你要符合店家的需求，徛家无欢喜；要符合徛家的需求，店家袂符合。所以在这种情节之下，我今仔日伫遮要建议处长，在整个沟通还没有达到共识以前，咱的发包的工程暂时先按下，安尼好无？你麦克风。不过议员，因为他都要聊议员，我哪有讲？各位来办这个说明会哦，这是一定的办。我希望这个工程能够达到共识之后呢，哈，才会做进度。如果无共识以前，咱暂时卖花包，是的，那会造成民怨。是的，是的。好，希望这个部分呢，请我们处长特别注意一下。好，好，以上，谢谢，谢谢议长。好，谢谢张秀华议员的发言。那么继续请傅大伟议员发言。大会主席啊，然后副市长还有各位一起主管哈、啊，我们一位同仁媒体朋友，大家好哈、啊。在这边我首先想要请教一下我们教育处这边哈、啊，处长，我们都知道去年我们都一而再再一直在强调哈、啊，科学168哈、啊，你一直在讲说你会用另外一个形态的方式来呈现哦、啊，让我们整个的学生哈、啊，我们的新兴学子在整个科学这个区块方面。有不同的呈现，让我们的学子能够在寒暑假的时候，将他的成果呈现出来。你要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包装方式，但是马上就暑假了哈，马上就暑假了，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到现在为止哈，我还没有看到有任何的类似科学168这样的一个科学营的任何的成果要呈现出来，让我们所有的学生能够去展现他这一年来对科学的这样一个成果，也让我们嘉义市民能够去借着这样子科学168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呈现哦，让他能够吸收到能够科学的上的一些知识哦，人家辛苦研究的一些一年的成果呈现哦。处长，在这个整个科学168这个区块方面，我不知道处长你在这一年内你有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好，请黄处长来回答。我们谢谢议长哈，我们谢谢议员对这个科学一热营的一个这个关心哈。那我们都知道哈，早期呢是科学168哈，然后经过去年呢有进行科学160的一个转变啊，当然在议员的鞭策之下呢。那我们今年度的部分呢，我们并没有把这个科学扎根的这个工作呢，这个就是放弃哈、哦，这并没有哈、哦，我们是呢加深加广，也就等于是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我们在今年的七月底，好、哦，我们跟大家都讨论，因为以往年呢都是在八月底才办，那八月底呢跟很多的老师或各方面有冲突呢，所以我们现在提早在七月底的时候来做一个处理，那我们会在港坪运动公园来办。那现在目前的进度呢，就是目前的进度就是我们会在规划那个格位哈、哦、格位。那当然我们在加深的部分呢，我们就是我们去检讨哦，以前有一些哦，只是为了盖章而去的，戳章而去的这个或拿奖品的这个活动呢，我们就取消。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办这个这个成果的展现呢，就是我们平常教学，然后我们再利用一段五天的时间哦，来一个 demo， 一个成果教学成果的一个展现，跟这个同学呢动手做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它有取得我们跟企业界来结合，我们跟一些我们的高中职来结合，跟我们学校国中小的他们的娱乐营的科学娱乐营的营队来做一个结合，那我们里面还加入了一个科普的教育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已经开了好几次的会议，这个几次的会议就是我们整个嘉义市学校的老师校长们还有高中职的主任们呢都加入这个里面来讨论，然后呈现一个最好的一个呈现方式。当然也有里面也有竞赛啊齁，那我们也是希望在七月底的时候呢，在港平东公园那边呢都办得很好。上一次呢让议员呢觉得是说我好像没有办，是因为我们的科学娱乐营是在各学校里面呢，在各学校里面在做一个处理，因为那个比较方便啊。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同学们参与都很热烈，所以我们今年呢会跟学校讨论，会恐怕会分两个区块来做一个处理。好，处长，我你先说啊。处长，主要是说我们一直是希望说，科学一六八现在呢可能是改为科学娱乐营哦，不管是名称是什么哈，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学生做对科学的一个研究的成果能够呈现出来，它的成果呈现哦，我相信让这些没有办法参与到的同学哈，他能够在我们这个娱乐营里面可以了解整个嘉义市在整个科学上的一个发展哈，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看到每一个学校的成果，借着借着这样一个游戏哦，能够让他去启发他在科学上的一个概念哈，所以说我觉得科学不管现在是科学168科学娱乐营的存在是它有一定意义的价值哈，让我们嘉义市的很多的小朋友是一个期待哈，好像你既然有要办，我们就希望把它办得更好哈，好，然后在这里哈，我还想再请教一下哈，我们嘉义有，我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强调，我们嘉义有1000多位特教生嘛哈，有1000多位特教生，这些特教生的权利哈，我觉得我们也必须给予他们的一定的尊重哈，尤其这些特教生哈，国小国中我们大概都有一定的升学的管道，也有一定的辅导老师在辅导，但是从国中毕业之后，他们准备要进入高中，准备进入高中，在嘉义来讲，嘉义这就近能够就读的，但是民雄农工啦，嘉义嘉职啦，嘉义高工啦，白河商工这几所国立的有在招收一些特教生，然后但是因为特教生本身并没有区域上的限制哈，所以说他们也都会从各地来招生哈，往往造成嘉义市很多的学生哈，在升学上面，他明明住在嘉义市，但是他可能要读到读到民雄农工区，或读到白河商工，甚至要到更远的区块去读书哈，父母亲。这个时候真的这个学生如果太远的话，父母亲真的放不下这个心啦齁，特教生本身就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特教生因为他们本身会比一般的学生稍微智商来的低一点，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身体上的一些特殊的残障，所以说本席在这边要建议齁，我们教育处是不是我们可以跟教育部这边来特别的商量看看，像这种的特教生他的给他就读的区域范围让他尽量的缩小，住在嘉义市的尽量是不是就以嘉义市这些学校来就近就读啦齁，然后在外县市的他们都尽量的能够选择他们就近的学校来就读，不要让学生跑那么远，他有个特教生的家长说他带小朋友坐车哦，前面几次都带着小朋友坐车上车，然后带着小朋友去学校哦，前几次，然后他想说已经带了好几次了，是不是今天让小朋友自己独立的去坐车，结果他到了公车站坐车坐到了白河，在白河下了公车之后，他还是没办法走到白河农工，白河农工离学校他下车的地方大概只有一个转弯角，我还特地跑去看啊那个公车处一个转弯角，但是特教生就是因为他们缺少了一些什么，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到学校，他就站在公车处转转，一直转到转到学校，老师打电话到家长，家长紧张的要命，到那边，在他就在那几条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说像这样子，对一个特教生来讲，真的是一个精神上的压力，对家长来讲也是一个精神上的压力。所以说，我们特教生是不是能够跟教育部来反映，不要把他送到那么远哦，他从嘉义到白河，或者从嘉义到民雄农工，然后到了那边，他们有的特教生还是找不到他的学校啊。哦，处长，这个议题能不能替我们这些特教生的学生来向教育部来反映？啊，请处长来回答。好，请黄处长来回答。我们谢谢议长啊，感谢我们议员对这个议题的关心哈。那这个问题我绝对会在教育部来反映，就是我们在高中职这个部分呢，除了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以外呢，是不是可以再开设我们的特教班？哎，对，我说特教班的学生就是尽量就下面是嘉义市的学生，尽量就在嘉义市就读，或者说现在是已经是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了嘛，他也可以找些私立学校来配合嘛，对不对？然后找些嘉义市的私立学校来配合，然后配合的情况下，他们都可以就近的在嘉义市来就读，不要说一般特教生几乎都是选择公立，因为都只有公立学校在招收这些特教生，让家长必须，你说好在嘉义市，他们都还可以自己来接送，如果他在嘉义县的话，他们说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去接送他的小朋友，一定要让他自己坐车，要不然好，请延长一分钟。要不然的话，他每天这样子车子接送的话，他又要一个人来照顾这个家，整个家庭又少了一份收入。所以说，特教生，我刚才本是要建议跟教育部来建议，所有的特教生尽量是以就近来就读。如果说他是嘉义县的，是不是就在嘉义县找些高中职，然后让他们来就近就读，不要让他们跑那么老远，因为高中没有专车接送了，高中已经没有专车接送了，高中都是你要自己接送，要不然就是每所高中的特教生有专车接送，坐到火车站。学校派专车去来接送，这个我相信，这个可能都要教育部这方面才有办法去约束这些国立的学校啊。本席是要建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处长能不能帮忙代为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一定会反映。OK， 好，希望处长帮忙这些特教生的家长来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谢谢。好，谢谢傅大伟议员的发言。那么继续请蔡永全议员发言。议长啊，在座大家好吼。先来参咱校副市长吼，做一下这个意见上的沟通。咱嘉义市啊，长久以来啊，足少有迄种政策啦，会当是一个创新啦。啊，后来有经过阮同事也是本身吼会提醒，啊，后来有跟上，啊，跟上了以后嘛是无落实去执行。啊，第一点就是讲啊，这个汽车的这个反怠速，啊，因为咱的空气污染呐，而且我讲严重了吼，啊，经过本身的努力啊，咱嘉义市后来我有制定这个。反怠速，可是吼、无落实去执行。啊，最近啊，这种现象啊，愈来愈严重，真侪民众啊，都车底伫吹冷气，啊，伫内底伫背手机啊，看手机啊，这种情形啊，会让咱的这怠速啊，会愈来愈严重。那空气污染啊，会愈来愈严重。但是，咱的环保局都无要做啊。无要甲咱民众讲这个严重性，对咱汽车的伤害无要做。第二点，啊，像讲今年的这个咱的资源回收的，拢遮足辛苦的民众，拢低收入的民众。宜兰县人因嘛是去制定一寡规定，甲遮低收入的、遮资源回收的遮民众啊，加减甲伊补贴的，因为。回收物件有诶，即马无爱啊！啊，无大钱只纸，一公斤偌济，即马剩偌济吼？啊，对咱诶环境保护吼、哦，出足侪大诶，即低收入诶民众啊！
咱嘉义市嘛是没有动作啦吼，啊没有动作，啊即马吼，啊有过一个新的政策，啊这个政策吼，虽然讲这政策明年才要实施啦吼，但是咱来当讲伫即马，因为习惯是咱人的第二天性，你对即马肯家己倡导、家己宣导吼，哦养成习惯，啊这个就是安那呢？这个就是讲咱政府有咧讲，讲明年开始啦吼。要来实施这个，咱啊开车的时阵啊，咱的大灯爱倒。哦，啊，根据这个，因的研究讲哦，日本啊、新加坡、泰国啦、印尼啊，拢已经强制实施汽机车啊，来安装伊爱啦引擎启动大灯都爱倒，不管暗时日时，好天歹天，都是启动你大灯都爱倒。这个现象讲，因研究了。啊，咱台湾家本身研究啦，咱台湾家本身研究会将减少 5.9% 的交通意外事故。啊，全台湾若实施起来，因讲预估啦吼，会减少差不多26个人的死亡，啊，6600几个的受伤啦吼。啊，这个政策若要讲到伊完全实施啊，要到2021年，还过5-6当以后代志。要我答我我答，但是咱民意查这个政策是真好的一个政策。那是讲咱个人甲我讲讲，某人啊，这种物啊，你食了对你身体有帮忙啊。我不要紧啊，迄我后个月再来食。啊，你个免现金，就即马恁来当服用的话，都对你很好个啊。你何必阁看时看日呢？啊，咱即马咱教育局啊，来当提早来甲咱的民众宣导这件代志。你好天歹天啊，你就是开大灯。啊，你若开大灯哦，你对方的车来，伊对咱的大灯啊，有迄个提高警觉。啊，你这个现象啊，差不多十当前啊，伫这个捷克啊，欧洲国家足侪拢已经哦实施啊。你若外口的车要入去因捷克啊，就是你引擎一启动啊，大灯就是在倒。人因咧都是有研究过。有统计过，你大灯若倒，会减少车祸的发生啊！啊，这是做主导，咱来推行。啊，咱嘉义市若讲好，啊，咱什么政策都拢对伫人后壁，啊，佫对无着阵的，有对佫对袂着阵的啊！啊，即马提早来甲咱市民宣导一下，讲吼、哦，好天歹天啊，咱日时啊，咱嘛是甲咱的大灯开好倒，安尼吼，先提悬咱的行车安全。我感觉这就有必要了吼，这就有必要。啊，这人欧洲国家已经足早就实施啊。哦，超十当前人都正确时间本身是唔知啦吼。啊，十当前我看过，因都实施啊啦。那是讲，那你像德国的这个国家啊，因这个交通号柱灯没有黄灯，没有模糊的空间啦。啊，即嘛，咱的黄灯啊，设置啊。我平常讲，啊，我就是要抢黄灯，黄灯到啊，我就较紧嘞。所以很多作者，我看这无统计，你老研究吼、哦，在这个要抢黄灯的过程中啊，发生意外，我应该袂少啦。红灯就是红灯，青灯就是青灯，没有那模糊的空间。我平常袂讲去看到黄灯，要抢，要抢通行路口。啊，这样嘛是应该是哦，咱爱。前组单位啊，好好去研究一下，哦，哎，你有模糊空间啦、啊，民众都是模糊的空间的伊的应对措施啦。因为咱嘉义市，咱请你讲啊，看咱今仔叫你讲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拢伫迄个下早时啊上班到下晡时啊，你安排这个下班的时候，伊阵啊天数无好，尤其是那冬天呐、啊，到5点天色拢暗嘛吼。咱来当个咱的民众鼓励，啊，鼓励讲哦，即马开始养成咱手动用手动的，你开车你就是把你的大灯开下都。安尼哦，我相信讲咱提早来养成这习惯，免阁等到2021年，迄六当后的代志啊，迄六当后，啊六当后咱即马慢慢做，咱已经养成习惯了。你时的车都是自动，你开引擎开。开到伊就是，大灯就到啊！
既然有这个需要，既然开大灯对咱行车安全的提关这么多，咱知道这是好的事情啊，咱为什么不提早来做呢？我们可以提早，这也没什么，对咱也没什么损失了嘛，啊，对咱民众有好处啊，对咱交通事故的提那个减少有帮忙啊，我们何必不做呢？我们为何不做呢？好的政策咱不能够看时看准，好的做好的对，咱就随时看得到想办法来做。那咱甲民众先导，要先导也无讲偌困难啦，先导无偌困难。那车启动一个管道注意啊，管道注意就是讲，那来验车，车爱验车对不对？啊，验车咱就搞这监理所讲，迄个验车人我一张贴纸互你，对吧？你甲搭到迄个挡风玻璃内侧，不是外侧，内侧，哦。用车人随时拢看着讲，啊，我启动引擎，我大灯都爱手动甲开开，对不对？行驶个先导不要怠速，对不对？不要怠速。啊，咱呢对这爱对咱公家单位啊爱做起，因为咱的行政所长啊，那出门有司机啊，啊，那司机拢足贴心呐、啊，惊咱这中官啊，你车底出热，所以伊知影讲你若要来坐车，进前伊就底下你。在那里怠速啊，冷气开后边等你来的，这是他贴心哦。但是因怎讲，伊安尼做了吼、哦，对咱的环境的伤害，对咱汽车的伤害啊，真大啦。啊，这咱啊讲环保局要认真去处理啊，啊，对咱的公家机关呐、啊，要先先导一下，哎，咱家己要以身作则，甲咱的司机交代，哦，我到位，你才开冷气，无影天气遐热啦，无影你讲。你那个抗热性，你遐你遐薄弱啦，入面那热，你又感觉受不了啦，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哎，副市长，你看呢，咱也来较紧，甲咱的民众先导一下，开车不管好天歹天，日时暗时，启动就是开大灯，你看呐。好，请侯副市长来回答。谢谢议长，还有谢谢这个蔡议员的一个主政的指导。我还是相信哈、哦，教育哈、哦、是未来啦，哦，改变观念哈、哦，改变才有改变行为的机会哈、哦。那、这是我自己一直以来所的信念。现在针对讲吼，啊，现在开车就开大灯，这个政策你看呐？这个是一个还是需要教育啦。对啊，我这样子，对咱现在哪不开大灯的话，我先不先导，让它养成习惯嘛。我们可以在市的一些道路上哈，市区的一些道路上弄一些标语。好，请延长一分钟，请开麦克风。是不别话讲哦。侯副市长，请开麦克风。透过麦克风，透过监理站、监理所，你验车发一个贴纸可以啊，对不对？先导方式做这啦，对不对？对啊，对，我想一下办法你嘛，好不好？好，你老公这政策主导。推行，和咱的民众提早养成习惯，啊，咱就要先导方式做些嘛，卖只局限一种啦，对吧？监理站是一个最好、一个很好的方法。对啊，对，安尼啦，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蔡永全议员的发言。那么各位同仁，今天上午登记发言的议员同仁都已经发言完毕。那么上午的市政总质询到此结束，下午是小组活动，谢谢大家，散会。